就是罗中旭的，罗中旭最喜欢穿这零零亮亮的，那个是罗中旭的。哎，不，这样，猜一猜，不，猜，大家猜一猜，哎。哪个是林依轮的？这是林依轮的吗？中间的呢？这应该是旭哥的，闪的。旭哥开了一种闪的。这个呢？这是谁妈妈的呀？这个我估计山哥的。你看着他，像个复古啊，不是复古，是妇女。妇女没有复古，但是穿起来就不女了。是。你这样吧，对了吧？我们自己站到自己的衣服的前面，好不好？好嘞。不是关键，来，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你啊，我就说，我就说，关键是20多年以后，还能不能穿进去？能不能穿进去？能穿进去才叫厉害。对，龙哥当年穿的时候是光膀子穿的呀，今天也一样，光膀子穿，当年光膀子穿的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这唱那个99年那个新时髦话嘛，哦对，电视里跳来跳去的那个，有一个外套，完了再穿一个这个，现在要穿吗？穿一下，山哥试一下。关键你们看着，刚才大磊哥说穿在这上面喊阿姨，妇女，妇女，我给你看上身之后，上身之后，咱们一块喊阿姨好。来，您穿上，你看这气质就是不一样。哎呦喂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阿姨好。那以前瘦吧？对呀，我现在穿着比那时候还瘦一点。我觉得这个上身比挂的好。你看，来了，防着你。哎，既然都来了，现场那么多朋友又想都回味一下，那就来几句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山哥开始啊。哦，这个歌，当大老滴啦大老大当当。讨论一下你为什么不快乐？让我们看看幸福手册他说些什么。你照他去做，就会收获很多。别让快乐走了，叭叭叭叭。不要赌着真理总是很犹豫，我们命运我们日子都有许多坎坷，如果发现错了就马上改过，别让快乐走了吧。